现在马上给我赶到公司来！我马上去跟客户求情。你真的热爱行销吗？久，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超越我。想学销售，那我就对了。你真的能教我学校？销售不一定要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客户看，戴上你的面具，抛下自己本来的 personality mask。我叫陈素芬，树叶匪懈的素。你是来面试购物专家？我会讲法文。Bonjour，Bonjour Monsieur。La base, concern amigo。为什么一直处处针对我？玛丽姐的位置是我的。理想主义是没有办法卖东西的，耍那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就有用吗？不要侮辱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输给一个花瓶。放马过来。